No!我们在哪里？吃什么？我们来这边做什么？吃鸡翅。还有我们最喜欢的green tea。要放ice还是好喝？我们很不well prepared for这个trip。帽子没有戴，太阳眼镜没有戴，杯没有带，并没有带，所以我们就随便买了这两样。然后现在我们要吃什么？玩 Mobile Legend。 这是第三次我们来这边玩《魔包》来着，看海景，吹海风。要讲这种，本来是那些。Then after that， 我们要做一个 challenge，我们要做 beach cleaning。哦，我好像看到没有垃圾耶，所以我们会 clean 那个沙滩，然后看谁捡的垃圾最大、最特别。所以我们要 start 我们的 beach cleaning 哦。 所以他捡到一个玻璃的纸，这个鱼吗？没有啊，看来看来，那你可能赢了会在这边，看有没有中哎？捡起，online，这个都没有中，他们跟我们 challenge，你看那边的人，那边的人也是在 beach cleaning，is that our competitor？对啊，我们新加坡的 beach 相干净，所以你讲什么 beach cleaning 好闻，晚上会来 clean。 哦，something哦。拿那个把水给我。看他风大到，看这个人怎么把他的头塞进去那个圈圈。他是第一个的challenge，他的第一个垃圾是一张拖地的纸。然后飞出来哦。 好累哦，散步。我是个新朋友，我叫他们玩 game 啊。 不要飞到你的脸哦！不要飞！你那边很多 rubbish， 那个红色的纸袋。没有说。嗯。你有 experience 吗？我没有 experience。你每天早上是8点到5点是做这种东西的 Q 赛的。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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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这样厉害，脚 cap 紧一点，cap 那个鸟，你这，因为我前面收垃圾，你就没有捡到垃圾啊？没有垃圾捡。 你 make sure 你hold好哎，就你那个洞口让小一点。垃圾桶在这边，啊，不啦，是风吹过来的，cleaner走。啊？cleaner走。
辣咧。咦？还有那个 steak 的。哎，我来了，我来了，我 take over 了，我 take over 了，看你这样辛苦，我看你往港口。哎，为什么有虎的？这边是一个虎。对。哇，人家大到一铲呢。放那边要害人家大到啊。是那个放进去的 part 是非常辛苦的，这样子没有缝的时候放，你这样子没有缝，我就感觉你会重新丢丢球的东西出来。为什么？对对对对，看着放Collect Pokemon, you collect trash. LV. Face right, you're going to be out there. We are creating garbage, we accumulate garbage in one place. Let it fly away. Let's see how much I collect.
我回来最多，他没有拍我回来的时候，是懒惰人。你看，你看，那就飞掉了，好了。什么垃圾啊？Most of that 是 tissue。咦，掉太多了。对啊，我要拿去丢啊。被逼到了。今天很多人跟我们笑，讲我们跟我们点头，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做了一些好事。所以这就不是 challenge 了，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垃圾，只可以找到一袋这样的垃圾而已。所以可见新加坡是个花园城市，太干净了。再见了。大家好。If 我们 reach 100 subscribers, then 我们会 give up 这个 mic。 这个 mic 不要开玩笑哦，它可以 take， 它可以 take selfie。 According to 这个 packaging， 它可以 take selfie。我跟你们讲，这个麦是这样子 selfie， 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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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好吧，那我们 reach 100 subscribers， 我们会 give out to random subscriber， one of the random subscriber 一个麦， this mic， we will send it to you，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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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